匈牙利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靠近塞尔维亚边境一个难民营内的移民。库尔德部队攻击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城市基尔库克附近的据点，目标是收复失地。黎巴嫩示威者继续抗议当地的垃圾危机，政府内阁就拒绝收集废物招标，理由是成本过高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暴雨成灾，房屋被洪水淹没。由于墨西哥非法采伐的问题严重，黑墨金斑蝴蝶到达过冬栖息地的数目超过正常的数量三倍，扭转了多年的情况。